我们现在状元是谁？各屋孝太或者是夏普阳。蛮喜欢夏普阳的，还是在试探对方的人选呢、啊？在加速之后，奋勇气势，有飞起来的感觉。其实我对嘉佑今天早上有点改观，一下就冲上来。嘉佑这个速度真的非常快，有没有机会破大会纪录？会丢吗？不会。没有，不是。你待会拿哪一颗，我就。全明星四手机三位怪物新人破纪录，郭宏志没热身，人力一直全场看啥？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24号准时开战，第一集每分钟最高收视2.4，开出红盘。不要尖叫，我会骄傲。而第一项百米测试赛就有选手刷新大会纪录哦。预备，5:3开始。现在要练习太空过终点了，有没有机会破大会纪录呢？在男子组第一组的第一名的 Zin 的成绩是11:24，哇，这是破了大会纪录，破了林俊伦的11:87，太强了，大会纪录哎，测试赛才第一组哎，没错，这个就破了大会纪录了，这是不是算手打席就全垒打？对，我们就是大家安安心心、快快乐乐的跑完就好了。对吧？说话。对，加油！预备。就是林玉书的14:80破纪录的成绩，林玉书破大会纪录哎，14:80比黄慕炎的大会纪录还快了0.33秒。大家安安心心、快快乐乐的跑完就好了。会丢吗？不会。没有，不是。你待会拿哪一颗？我就。其实大概这样。哇！太棒了！没热身。多哥在后面讲这句话，就两只嘛，后腿要发力啊。一步就可以了。哇！70小曹的记录，你应该是轻松愉快就破了吧？那是应该是非常远的距离，他那个是算很有天分。对啊，我们刚才没有热身就大概60。还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垒球直远的大会纪录呢？男子组的部分呢是由曹佑宁直出了70:22的成绩，而女子组是芝芝第一季的38:60的成绩，看看今天有没有办法破纪录啦！好期待最后一位选手。Nike Hawaii 39.6，破了芝芝第一季所创下的大会纪录，远了1.04。原子少年夏普阳被称为本季怪物新人，在跳远项目打破学长曹佑宁的纪录，救护队可以欢呼喽！夏普阳奋勇冲刺。